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草莓姐姐。草莓姐姐今天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多可爱的蛋和我们的侧脸蛋。那现在呀，我们要一一的把它都拆开，看看有什么样的礼物等待着大家啊。好，首先我们来拆一个笑脸蛋。哇，好可爱呀，我的天使啊，草莓姐姐非常喜欢我的小天使，非常的棒。好，那现在呀，我要拆一个可爱的动物蛋。哦，我看看这个里面什么。哇，是一个小机器人啊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机器人会不会行走啊。我们把它上上弦。哇，会跳舞的小机器人呢，非常的可爱，左扭扭右扭扭，太棒了，非常的可爱，放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再拆一个粉色的笑脸蛋。哇哇，这是一个恐龙蛋吗？先把它打开。咦，会是什么呢？打开。哇，是一个什么呀？哇哦，是一个什么呀？直升飞机，我看它会不会跑啊？我们把它拧一下。这是不会跑的啊。好，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看一下它怎么样，会不会跑？哇，我得推着它啊，才能行动起来啊，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我们的笑脸蛋。哇，又是一个可爱的小章鱼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是一个会走的啊小章鱼，让它动起来吧。啊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啊，非常的可爱，放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的可爱动物蛋。哇，有一个坦克车，对不对？哦，还会怎么样啊？摇着这个，想轰谁就轰谁。棒啊，我们的小坦克。好，放在这里。哦，它是会走的。重点的发射一下。哦，哇，非常棒啊，再来一次。哦，咚啊，我非常的棒，给放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可爱的笑脸蛋。哇，是一个功夫啊，会功夫的小和尚，功夫小子啊，非常的厉害，怎么样？他的脚都踢上去了啊，非常的厉害啊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可爱的蛋蛋。哦，是一个小汽车啊，小汽车也是会行走的哦。出发，再来一次，出发喽。非常棒。那今天呀，我们一共拆了这么多个蛋，就是8个。好，有我们会跳舞的机器人，还有我们变形恐龙，还有我们的小天使，还有我们的功夫小子，还有我们会跳舞的小章鱼，会走动的小章鱼啊。还有我们的小汽车哦，还有我们的坦克车，还有我们的会飞的会动的啊直升飞机啊，非常棒。那小朋友们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八种玩具啊，这么多8种玩具啊，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喜欢呢？那草莓老师个人非常喜欢啊这个，那我要占为己有了，那这些呀可以送给你们啦。好，那今天呀我们这个拆可爱的小蛋的游戏就结束啦。那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下次再一起吧。
再见。